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，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的呢超过了2000家。我们测算啊，这个纳入首批碳市场覆盖的这些企业碳排放量啊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，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经启动，就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。